来，老师这边介绍一下分式方程式。来，看到分式方程式怎么做？它做法很简单。第一步，麻烦你想办法去分母，把它变成一般的方程式。算出来时，第二步，麻烦你要去注意分母不得为零，这样行不行？怎么说？你看一下这题，想办法去分母行不行？分母看起来有几个？有一个，把大家同乘几 ？a 减一。行不行？好，乘上 a 减约掉，这边剩几 ？ax。乘上 a 减一变几 ？a 减一。乘上 a 减约掉剩几 ？5。这样行不行？所以说，把它去分母，把它变成一般的方程式，有没有看到啊？之后把它整理一下 ，2s 把它减移过去变几？加一变几 ？6。2s 等于 6， 所以算出来 s 等于几 ？3。算出来你要注意一下下。这 x 有没有造成分母式题？有没有？没有，所以说这 x 就可以了，这样行不行？所以说这题答案 x 就是几 ？3， 这样行不行？可不可以？可以哈。到这边麻烦你把这一把怎样整理一下 ？OK。来，我们看这题哦。这里它告诉了一个分式方程式，麻烦你，它这个方程式有 n 个解，求 n 是多少？老师一再强调，看到一个分式方程式做法怎么算？第一步，想办法把它去分母，把它变成一般的方程式，去把 x 算出来。算出来时，请注意听，一定要把它怎样验算？注意分母绝对不能为零，这样行不行？可不可以？可以哦。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一题怎么做。其实哦。看到一个分式方程式，所以第一步想办法把分母去掉，行不行？分母看起来有几个？有三个。其实你去观察一下，其实只有几个？只有这两个，对不对？对吧？因为把这两相乘，乘起来也是它嘛，这样行不行？所以 x 平方减一，其实就可以分解成 a k 加一 ，a k 减一嘛。所以分母看起来有三个，其实只有几个？只有这两个，行不行？所以说，我第一步想办法把怎样把它去分母，把大家同乘几 ，a 加一 ，a 减一，这样行不行？好，你去观察一下，把它去乘上它 ，a k 减一是约掉，所以剩下几 ，2s 减三乘上 s 加一，这样行不行？再把它去乘上它 ，a 加一是约掉了，所以剩下几 ，a 减一乘上 a 减一。把它去乘上它，整个分母约掉，约掉这边剩几？负二，这样可不可以？写到这边之后，麻烦你注意一下，把这边乘开行不行？可不可以？乘开是几 ？2s 平方减 s 减三，行不行？再把这边乘开是几 ？s 平方减 2s 加一等于几？负二，这样可不可以？之后把它整理一下，这边是几 ？2s 平方加上 s 平方是几？3s 平方减 s 减 2s 总共减几 s 3ax 减3加 s 几负2减2移过去加2消掉等于几0这样行不行写到这边之后麻烦你一样把因式分解好不好什么分解直接提出 3ax 行不行变成 3ax 乘上 ak 减1等于0看清楚来这两个相乘等于零，可见 x 是几零或者是几一是出来了。所以很多同学写到这边很高兴，老师我知道有几个答案，两个答案是出来了，错，为什么？你算数答案一定要验算，为什么验算？分母绝对不能等于零，所以说你 x 用零代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 x 用一代时会造成一减一。这个分母是几零行吗不行所以一不合所以说我算出来 AK 只能等于几零是不是出来了但是请听清楚来题目后看清楚来他问你有 N 个解问你 N 是多少他不是问你 AK 哦他是问你有几个解、我算出来 AK 是只能等于零所以说 AK 有几个解有一个解有一个解可见这个 n 就是几一对吧可不可以可以哦好到这边后麻烦你把这里把怎样整个整理一下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下去 OK